宝贝来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了吧？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下会说的话吧？对啊，小心番茄今晚找上你，不得了。Hello， 咪咪就20，是咪咪就爱你吗？短而有力，你们不要想歪好不好？你们都感觉都在想歪。对，够喜欢可以送送闪耀之星。等你到桥了，谢谢追踪。对呀、啊，阿紫拿球了，哇！谢谢阿紫，谢谢阿紫。谢谢阿紫，阿紫默默潜水很久了，不出来跟我们聊那个总裁系列。对，我现在在韩国，我现在在韩国，浅浅在马来西亚，我在韩国。我想，哎、欸，你们很歪楼哎、欸，你们很歪楼哎、欸，没办法，我是鱼人，你喜欢，你就是喜欢在深海，喜欢在深海里面活动，你们都太爱在深海活动了。都喜欢在深海里面慢慢的那个偷听岸上的对话，闪耀之星，谢谢老鼠。在韩国干嘛？我在韩国，我之前是来韩国念书，但是我现在念完了，然后我那个10月就要搬回台湾了。哎，谢谢太妍 love， hello， 好久不见，谢谢。躺上米达，我10月就要搬回台湾了。王子骑马潜不了水，王子都要把锚放在旁边，他才能潜水。想要就出发。Hello，